那红烧腿那些别个还买来吃呗。第二个，啥虾？盘盘没来嘞。我先来嘞，得盘。得盘没来嘞，我们回家嘞。盼盼，再给祖祖背红烧。我也想上来，可不可以？你上来嘛，叫祖祖给你捡两个，你背嘛。我打你们子，我才背起围裙。我，喂。我先把那杯背到那个去登记，我再来背那杯。妈妈，我带的不是吃的，但是要烧的吧？哎呀，要倒的吧，因为你要烧皮。你们，一起不？还没得，没得钱，还要钱？还要钱去啊？大点就快，好嘞，你闷不？走，但是这样你都在奶奶等着我，还马上弄来。但是你也得要等着我，我背回去了。哈哈，还是等着你干。往高头，他没有往高头走嘞。今天下午好大的风啊！耶，那边有点火，你有点懵哦。哎呀，一百斤是最少是一百斤这一杯，那一波是最大上的那一波。加豆豆，加豆豆，加豆豆。我一直为了点光。哎呀，不是你现在差不多干钱。这个门上不要，那两根儿，那个门上不要，那两根儿分一起。哎呀，你坚持。像这种红薯，我们专门拿来打那个苕粉的。哎呀，就是先把它做成淀粉，然后再弄成那种苕皮。哎呀，那狗熊干，我们吃多久啊？